手机说很想要换，你要换手机啊？你不是说你想要拍照刺青拍好看一点？想讲而已，我不需要。哎呀，细板地腿来，你花四万多啊？这雄心呢？还细板地啊？辛苦钱的、欸，是我辛苦吗？你辛苦，我花我自己的钱拍什么事？赶出去，不要住这里了、啊。我要跟你忏悔，每次在你辛苦赚钱的时候，我都在外面玩，而且我每次都跟你借钱都不还。我每次我都懒得去领钱，我每天都跟你借钱，然后我去吃好料的，去玩好玩的，你都一直在埋头苦干的在工作。我觉得很抱歉，所以我买了一个礼物要补偿你。不是劳力士，也不是保时捷。你为什么要这样拒绝我？拿好了吗？在这里。什么事？我的屁。好，刚我买礼物给你。肥皂。这个，我的天，去内湾老街帮你补肥皂了。那什么都买。这是送给你的这个礼物。什么都买。我今天等一下，我还没说。我今天骗你说我要去看医生去，我是偷跑去买礼物。我跟你说的一个谎，我跟你抱歉。真的假的？什么时候买的啦？你现在可以猜。买很久，订很久，用订的吗？没有，我今天去买的。就随机买的、哦？不是，我已经想好要买。你赶快猜的。你买手机给我、啊？真的假的？认真。最新的。手机说很想要换，你要换手机啊？你不是说你想要拍照刺青拍好看一点？想讲而已，我不需要。哎呀，细板地腿来，你啊老鸡掰！花四万多啊！这雄心呢？我细板地啊！哎，细板地腿来，我明仔提去头家。不用上手机啦。是最新的最新款。是没货啊！你鸡掰啦！干你娘，要提去卖啊啦！那我资料怎么过去？我明天拿去给老板用。不用吧，不想弄，送你礼物，然后还在那边嫌买，都买退来啦，鸡掰臭鸡掰退来干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放我，你明明自己说你要手机的，你都跟我说过，只是赚钱不容易啊，好了好了，辛苦钱的、欸。我去哪里？赶出去，不要住这里了啊！那个你还不行，奇怪。